请大家合掌恭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把课本拿出来，翻开第一页。好，翻开第一页，我们先念梵文的本师名号三遍。南无巴嘎巴帝夏伽摩那耶嘎塔嘎达亚罗帝萨瑙桑布达雅。南无巴嘎巴帝夏伽摩那耶嘎塔嘎达亚罗帝萨瑙桑布达雅。南无巴嘎巴帝夏伽摩那耶嘎塔嘎达亚罗帝萨瑙桑布达雅。接下来念大轮金刚陀罗尼，念七遍。Namastariya Tavikaram Sarava Tathag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 Chakra Bajiri Sata Sata Sarate Sarate Trai Trai Itamani Sampajani Tramati Shita Priya Tram Swaha Namastariya Tavikaram Sarava Tathag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 Chakra BajiriSatta Satta Sarate Sarate Trai Trai Itamani Sampajani Tramati Shita Priya Tram Swaha Namastriya Tavikaram Sarva Tathag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 Chakra Vajri Satta Satta Sarate Sarate Trai Trai Itamani Sampajani Tramati Shita Priya Tram SwahaNamastriya Tavikaram Sarva Tathag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 Chakra Vajri Sata Sata Sarate Sarate Trai Trai Kriyamani Sambhajani Tramati Chita Priya Tram Swaha Namastriya Tavikaram Sarva Tathag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 Chakra VajriSatta Satta Sarate Sarate Trai Trai Pidramani Sambhajani Dramati Chita Priya Tram Swaha Namaskriya Tariharam Sarva Tata K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 Chakra Vajri Satta Satta Sarate Sarate Trai Trai Pidramani Sambhajani Dramati Chita Priya Tram Swaha翻到一百一十四页，一百一十四页，我准提佛母真言，也是念七遍了。南无哈，南无哈，萨达南，萨妙三菩提，波罗蜜南，达利亚哈，唵迦叶俱叶尊叶娑哈，南无哈，萨达南，萨妙三菩提，波罗蜜南，达利亚哈，唵迦叶俱叶尊叶娑哈。Namaha Sakkaram Sanyasam Buddha Bodhina Tariyata Om Jale Jule Jinde Swaha Namaha Sakkaram Sanyasam Buddha Bodhina Tariyata Om Jale Jule Jinde Swaha Namaha Sakkaram Sanyasam Buddha Bodhina Tariyata Om Jale Jule Jinde Swaha Namaha Sakkaram翻到一百一十七页，药师如来真言，药师座也是念七遍啊。南无。南无巴巴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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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界白沙江桑卡列斯瓦哈，南无巴巴巴列白沙江布鲁白杜利亚巴巴拉加亚达达达达亚拉列三藐三菩提亚达亚塔唵白沙界白沙界白沙江桑卡列斯瓦哈，南无巴巴巴列白沙江布鲁白杜利亚巴巴拉加亚达达达达亚拉列三藐三菩提亚达亚塔唵白沙界白沙界白沙江桑卡列斯瓦哈，南无巴巴巴列白沙江布鲁白杜利亚巴巴拉加亚达达达达亚拉列三藐三菩提亚达亚塔唵白沙界白沙界白沙江桑卡列斯瓦哈，南无巴巴巴列白沙江布鲁白杜利亚巴巴拉加亚达达达达亚拉列三藐三菩提亚达亚塔唵白沙界白沙界白沙江桑卡列斯瓦哈。翻到129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先念一遍哈，南无，巴嘎巴帝阿帕利尼达尤鲁吉米亚那苏米尼西吉达贝卓拉杰拉塔塔嘎达达拉帝萨妙萨布达雅阿迪亚塔唵萨拉巴萨萨拉帕利修达达鲁玛帝阿迦那萨姆提达帝娑巴瓦比丘帝那迦那耶娑巴。再一遍，南无。南无巴嘎巴帝阿帕利尼达尤鲁吉米亚那苏米尼西吉达贝卓拉杰拉达塔嘎达耶拉帝三藐三菩提亚达亚塔唵萨拉巴萨萨拉帕利修达达鲁玛帝阿迦那萨姆达帝娑巴瓦比丘帝玛哈那耶阿帕利达帝娑哈。那个长音跟短音哈、哦，要分开来啊。长音就是长音，短音就是短音。135页，消灾吉祥神咒，南无哈。南无哈。阿弥达布达拉阿巴利阿达，舍身南无达提阿达，嗡阿阿阿利阿利，嗡嗡吉拉拉吉拉拉。Pra Jivala, Pra Jivala, Ista, Ista, Sri, Sri, Svata, Svata, Sandita, Shire, Svaha. 再一遍 Namaha. Namaha, Samanta, Udana, Avrahihata, Sashanana, Adhyata, Om, Ka, Ka, Kali, Kali, Om, Om, Jivala, Jivala, Pra Jivala, Pra Jivala, Ista, Ista, Sri, Sri,再一遍，南无哈。南无哈，萨曼达布达拉，阿巴提哈达，舍萨那那，达提亚塔，唵卡卡，卡里卡里，吽吽，提瓦拉提瓦拉，瓦拉提瓦拉，瓦拉提瓦拉，提斯塔提斯塔，斯里斯里，斯瓦塔斯瓦塔，舍提塔，提耶斯瓦哈。好，换过来。137页，往生净土神咒，南无，南无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阿弥陀释迦佛呀，阿弥陀离开地，阿弥陀离开地，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呀，娑哈。再一遍，南无，南无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释迦牟尼，阿弥陀，毗卡恩帝，阿弥陀，毗卡恩帝，阿弥尼，阿弥那，毗卢达迦耶，娑哈。毗卢达迦耶哈，那个毗要念长音，卢短音，所以这个要明显一下，长短音要分开的哈。毗卢达迦耶。再念一遍，南无，南无阿弥陀佛。
168页大悲咒，黄山石经的大悲咒，念一遍：南无。再一遍，南无。到229页，观自在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念一遍哈，南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翻到250页，250页是善女天咒大吉祥天女真言，念一遍：南无，南无布达雅，南无达鲁玛雅，南无玛三达雅，南无悉利玛哈德比耶，达利亚塔，嗡巴利布鲁纳，迦利耶，萨曼达，达鲁沙内，玛哈比达达达德，萨曼达，比达纳达德，玛哈达利亚，巴尼萨曼德，萨罗玛达，萨曼达。苏巴里布里耶，阿亚纳，达鲁玛德，玛哈比库鲁宾德，玛哈海普林，乌巴萨斯米德，伊德，苏萨布鲁宾德，萨曼达，阿鲁达，阿鲁巴拉耶，萨哈。那个算起来是第四行啊，玛，萨曼达达鲁夏尼，不是夏内哈。达鲁夏尼不是夏尼啊，玛哈比哈达嘎德，再一遍南无，南无布达雅，南无达鲁玛雅，南无哈萨姆达雅，南无悉利玛哈德比耶，达利亚塔，嗡巴利布鲁纳，迦利耶，萨曼达，达鲁夏尼，玛哈比哈达嘎德，萨曼达，比达纳嘎德。好，把课本收起来，把那一本117佛名陀罗尼经拿出来，好，换到第一页，宝业宝光业庄严所谓的名自在王如来陀罗尼，宝光业庄严所谓的名自在王如来陀罗尼，这里的所谓的名是什么？有些新来可能他不知道，名就是咒语的意思哈。在密教里面哈，这个咒语陀罗尼也是咒语的意思哈。但是陀罗尼真正翻译的意思是什么？我翻译的总词的啊，总词陀罗尼达拉尼啊，这个名哦，梵文叫做 Vidya 啊 ，Vidya， 你看那个下面这个陀罗尼像南无巴嘎巴的那最后啊，名字在这个 Vidya 啊，这个名字 Vidya 就是咒语的，就是咒啊 ，Vidya 大家就是咒王啊，而且所谓的名字在王啊，也就是咒王。然后达拉尼本身哈，达拉是在梵文叫做拿东西，叫做持东西，达拉啊，啊这里把它变成名词啊，达拉尼加一个尼变成动词变成名词啊，所以把它翻译成这种词，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就是叫你要常常念咒语，叫做持诵咒语啊，持咒语。持诵的意思啊，哈，常常一直要练咒语，一直练，啊，这个叫成持诵的意思的哈，啊，当然他的，他这种，是他的意思哈，啊，其实是由动词变成名词，啊，来这个先念一遍哈，南无。
再变南无。再个人哈，这个达迪亚塔的佛的座椅里面哈，啊，前面有一个阿拉德尼阿拉德纳，这个拉德尼拉德纳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宝啊，拉德纳多拉亚三宝嘛，啊，多拉亚是山，拉德纳是宝三宝哈，啊，这里在拉德纳拉德尼啊，啊，其实拉德尼拉德尼拉德纳都是由拉德纳。变化过来，尾音变成内啊，这个其实是用来当做这个叫做先讲阿啦哈、哦，这个前面加一个阿，阿要是短音的阿啊，就是一个音节的阿，它是否定的。我们常常讲过的否定的，前面加阿阿是否定的意思，但是长音的阿是什么？它是肯定的，哎，是肯定的哈。啊，其实加在这里哈，意思是一样，只是强调它这个肯定的语气而已哈。啊，所以这个作为啊，在宋朝的时候啊，那个法师哈就把他们练的时候就把阿去掉了啊，就变成那等人那等人那等人其他人啊。这个是讲一下你们要知道的哈。好，我们再念一遍，南无。翻到第三页也是一样哈，那里边那么三度三度
到第八页，月光通子陀罗尼，念一遍了。南无。南无这个达达达乌玛拉雅达雅达达达达里达达达德达鲁玛比丘德达鲁玛比丘德达拉都米尔娑哈。再一遍，南无。再过来第九页，极光王如来陀罗尼，南无。南无香达法拉达伽耶达达达达耶达耶达香德香德达达达伽耶香德香德德贝萨伽耶耶香德香德摩哈伽耶耶达耶达努罗努罗阿巴巴拉。这个第三行的啊，达迪亚塔相对相对阿拉嘎，那个阿也是一样哈，是加进去强调语气的一个肯定的意思哈。啊，其实这个刚刚讲的啊，在有些在一般的场合，其实是都不在不用这个阿的长音的啊，一般来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话的话，就直接念拉嘎，拉嘎就是贪嘛，德维萨就是嗔，对不对？啊，痴就是摩哈，拉嘎德维萨，摩哈贪嗔痴吧哈、哦。所以加这个阿长音的意思，啊、哦，只是一种语气强调语气肯定的意思而已，它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哦、特别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这个再念一遍，南无。南无善达拉巴拉伽耶达达达达耶达耶塔善地善地阿拉嘎伽耶耶善地善地德贝萨伽耶耶善地善地摩哈伽耶耶达耶塔穆罗罗穆罗罗阿巴巴穆罗罗毗迦伽耶耶。啊，翻到第十页，圣丹坦香体如来陀罗尼，南无。南无阿伽耶揭那那伽耶那伽耶耶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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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念一遍，南无。到第十一页，月上如来坐光明菩萨陀罗尼，念一遍啊，南无。
第三行的卡洛佩卡洛帕，刚才念的不大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那么。十三类，这个十三类应该都教过了哈。没教完。对，教到第十五页。好，那我们就好吧。那这个座椅就我练一遍，你们跟着练就好哈。南无。南无。巴嘎巴帝。巴嘎巴帝。普拉提巴那。帕提巴那，帕迦亚，帕迦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南无，南无，那德那，那德那，悉地耶，悉地耶，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南无，南无，玛哈，玛哈，内德拉亚，内德拉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南无，南无，达鲁玛，达鲁玛，达杜，达杜，杜帕巴达亚，杜帕巴达。达塔嘎达雅，达塔嘎达雅，达迪亚塔，达迪亚塔，达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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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鲁玛，达鲁玛，达多，达多，普拉提斯蒂德，普拉提斯蒂德，苏瓦哈，苏瓦哈，南无，南无，迪夏达，迪夏达，普拉提帕，普拉提帕，拉贾雅，拉贾雅，达塔嘎达雅，达塔嘎达雅，达迪亚塔，达迪亚塔，普拉提佩。Pradipe, Pradipe, Jinyana, Jinyana, Pradipe, Pradipe, Swaha, Swaha. 这个这本的这个Pradipa, 这个灯呢灯呢是一个比较新的字，但是其实这个字在这个佛号里面是常常被用的哈。你把它记起来哈，到第十四页，十四页，南无，南无，伽卢那，伽卢那，德迦亚，德迦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达迪亚塔，德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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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尼亚那，吉尼亚那，德杰，德杰，布达，布达，德杰，德杰，达鲁玛，达鲁玛，德杰。Samga, Samga, Deje, Deje, Swaha, Swaha. 其实这边的座位以后的座位都是像这样哈，比较简单，不是很长，而且他的座位的那个就是写法都像这样哈 ，Deje, Deje, 你来拿 Deje， 像这样很多了，大概是这样哈。南无，南无，布拉赫玛，布拉赫玛，萨格拉，萨格拉，萨格拉雅，萨格拉雅，达塔嘎达雅，达塔嘎达雅，达迪亚塔，达迪亚塔，巴拉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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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鲁巴，萨鲁巴，巴拉塔，巴拉塔，帕里普鲁内，帕里普鲁内，布达，布达，达里，达里，香夏尼，夏尼，苏瓦哈，苏瓦哈。南无，南无，克恰玛，克恰玛，普拉那，普拉那，普拉提帕亚，普拉提帕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达迪亚塔，基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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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鲁瓦，萨鲁瓦，达鲁玛，达鲁玛，巴拉那尼，巴拉那尼，布达，布达，萨达那，萨达那，达鲁玛，达鲁玛，萨达那。Samga, Samga, Satana, Satana, Swaha, Swaha, Namo, Namo, Daruma, Daruma, Prana, Prana, Prabhaya, Prabh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ata, Tatiata, Gendra, Gendra, Prabhi, Prabhi, Surya, Surya, Prabhi, Prabhi, Gendra, Gendra, Surya, Surya, Shata, Shata, Sahasra, Sahasra, Ante, Ante, Kerika, Kerika, Prabhi, Prabhi, Vishudaya, Vishudaya, Dina Jakchu, Dina Jakchu, Swaha, Swaha.Namo, Namo, Vishyarata, Vishyarata, Vyuhaya, Vyuh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yata, Tatiyata, Dharma, Dharma, Vyuha, Vyuha, Gagana, Gagana, Vyuha, Vyuha, Swaha, Swaha, Jnana, Jnana, Vyuha, Vyuha, Vyuhe, Vyuhe, Swaha, Swaha.啊，下面的练到上面的这个，下面这个也是，好，翻到十三页，再练一遍哈，那么。南无巴伽瓦帝，普拉提巴尼，普拉提巴那，德巴迦亚，达塔嘎达亚，南无，拉特那，悉利耶，达塔嘎达亚，南无，玛哈，内德拉亚，达塔嘎达亚。Namo, Namo, Dharma Tatu, Dharma Tatu, Rupabhataya, Rupabhat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yata, Tatiyata, T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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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rma, Dharma, Tato, Tato, Pratisthite, Pratisthite, Swaha, Swaha, Namo, Namo, Dishata, Dishata, Pratipha, Pratipha, Rajaya,Raj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yata, Tatiyata, Prat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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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ana, Jnana, Pratipe, Pratipe, Swaha, Swaha, Namo, Namo, Karuna, Karuna, Tejaya, Tej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yata, Tatiyata, Te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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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ana Teje,Jnana Teje, Buddha Teje, Buddha Teje, Dharma Teje, Dharma Teje, Sangha Teje, Sangha Teje, Swaha, Swaha, Namo, Namo, Brahma, Brahma, Sagaraya, Sagar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yata, Tatiyata, Bha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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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va, Sarva, Bharata.Pari Purune, Pari Purune, Buddha, Buddha, Dari, Dari, Shani, Shani, Swaha, Swaha, Namo, Namo, Kachama, Kachama, Puruna, Puruna, Pratipaya, Pratip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yata, Tatiyata, K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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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va, Sarva, Dharma,Maranani, Maranani, Buddha, Buddha, Satana, Satana, Dharma, Dharma, Satana, Satana, Sangha, Sangha, Satana, Satana, Swaha, Swaha, Namo, Namo, Dharma, Dharma, Prana, Prana, Prabhaya, Prabhaya, Tathagataya, Tathagataya, Tatiyata, Tatiyata,Gendra, Gendra, Prabhi, Prabhi, Surya, Surya, Prabhi, Prabhi, Gendra, Surya, Gendra, Surya, Shata, Sahasra, Shata, Sahasra, Ante, Ante, Kerika, Kerika, Prabhi, Prabhi, Vishudaya, Vishudaya, Jnana Jakchu, Jnana Jakchu, Swaha, Swaha, 我们应该是加到这里才对。
这个讲一下哈，第十四页导释道史第二行哈，啊，这个舍尼沙哈啊，舍尼沙是国语嘛哈，那念的时候哈，啊，这个念虾尼耍哈，虾尼耍哈，啊，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会念香尼，因他会把它。倒在啊，其实这个烟是不能重复练的哈。为什么？啊，这个要是说我们怎么练哈，就是要参考中文，啊啊，因为中文这个设置哈，梵文的对照音是练下，练下，它没有 n 的音啊，舍你下虾你啊，所以练虾你啊，不能练虾虾你，练虾你就是这样。虾尼，虾尼，嗯，分到第十三页哈，我先稍微中文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哈，第一行哈，这个是敬礼世尊遍床如来。敬礼世尊宝火如来，啊，敬礼大目如来，敬礼法界行如来，啊，这个四个如来的名号，啊，一起念，啊，但其实这个我们对我们都是刚刚开始学的新的佛号，我们过去没有念这些如来的名号，啊，像这种哈，本来它是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灭罪陀罗尼经啊，啊，我们把它归纳了哈，就是把能够翻译成原来梵文的，把它捡起来啊，变成五千五百名，五千五百佛名很多，但是我们这一本只是能够翻译成回来梵文的，只是一百一十七个佛名。这个意思是，因为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哈，这个咒语的名字哈，啊，你要翻译的话，还是要把它，只是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发音，对照它原来的梵文的音，啊，念起来才有效力。你把它翻译成。换这意思，譬如说，啊，哦，我们念梵叫南无巴嘎瓦帝普拉提普拉提班啊，德巴加亚的塔嘎达呀，这是梵文的嘛？啊，你要是把它变成说南无巴嘎瓦帝半闯出来，啊，一半中文一半梵文哈，啊，其实你念中文的意思，这个是不会有咒力的，啊，就是说。你把它念成它的意思以后，它本来有如来的力量，你把它念成中文的话，力量就不会发出来了。为什么？哦，因为在印度释迦牟尼教的时候，就是教梵文啊，啊，为什么当时要教梵文呢？啊，我们知道啊，哈，啊，印度他们自认为他们就是。啊，就是很高级的种子啊！他们认为他们的哦，阿利安族是来自于大梵天的啊，大梵天的哈的种子哈，都什么讲啊？是大梵天啊，出产梵天的种子来到人间的啊，然后啊，就是这样来啊，到人间。居住的是一个很高级的种子哈，而且他们用的文字语言就是梵文。啊，梵文的话，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面，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高级的文字啊，出产梵天啊，最高级的文字啊，它就是梵中天、梵普天、大梵天啊，大梵天啊。到二产的话，它就变成光阴天了。光阴天的话，二禅的光阴天的人，不是用声音，
在讲话，它是用光，光的发出那个光，不同的光的变化来互相传达意思的啊。啊，所以这个语言，我们讲的语言，用嘴巴发出声音的语言啊，就是出产方天，就是世界上最高级的语言啦啊。啊，所以在印度释迦牟尼他们讲的咒语也是以这个梵音的语言为主要哈，为主要。啊，你把它改成中文的话，啊，那根本就消失咒力了，啊，咒力就发挥不出来了，啊，这个你们要绝对要注意。所以，任何在啊，任何的这个啊，佛经一样，咒语一样，你们把它念成中文的话，啊，我们把佛经翻译成中文的佛经啊。这个你要知道，它只是意思会我们中国人了解，但是它里面的咒力消失掉了，没有了啊。这个佛号或者是咒语啊，你必须保留梵文的原音来念来读，它才会有咒力。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来读，不会有咒力的哈，这个我们要把它记住一下哈。啊，所以在，哦，我们唐朝的时候，啊，哦，佛写的时候就讲了五不翻嘛，五不翻里面就包括咒文不能翻，咒语不能翻的啊。他就是说，你翻了读了读翻译的中文的头的那些经典文章，他没有咒力的，他只是变成说你了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咒力没有了啊。所以当这个念咒语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佛的力量来加持啊，所以你必须读原来的梵文的音啊。我们唐朝只是把这个梵文的音变成中文来看来懂，因为西藏梵字中国人看不懂，你把它变成中文呢还看得懂啊。这样来，唐朝的时候是这样方式来学习的，当然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啊。证明说他没有办法流传到中国到长久，没有两个朝代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你用看中文的读法的音跟原来梵文的读法究竟还是有差别的，那个音不会很准的啊。尤其是传的越久的是啊，又的这个这一代传一代传的久一点，他就是失掉那个准确性的啊。啊，何况本来是活络音的语言啊，把它换成北京音的语言来读，那更差的更多了，几乎是一半以上的音都不准了啊，所以就咒力就没有了啊。我们再看到一二三四，看到第五行，这个咒语的啊，这个咒语一般来讲说，咒语其实是一种，我们讲说，哎，它就是一种，怎样讲？它是一种秘密部的啊，比较有神秘的地方啊，神秘的地方啊，其实就是说哈，我们以前上课都讲过的，咒语怎么来的？啊，咒语就是过去的佛在成就以前当菩萨要。成就佛以前，他的发出的愿力，啊，是他自己发出的愿力啊。譬如说，啊，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啊，我有什么愿力能够利益一些众生的，啊，然后或者是，啊，我有这个陀罗尼，就是这个咒语的哈，这个文字的哈，后代人只要念这样，那我成佛的时候就能够有佛力加持。能够利益这些众生，啊，所以咒语就是当菩萨要修成佛的时候，他来自内心为了利益众生所发出来的愿力，啊，为力的这个誓言呢，你讲誓言就是对的哈，就是他发誓的文章哈，只要后代众生啊念这个咒语，念这个文章，然后怎样，然后我成佛的时候，我的法性身的力量，啊。法性是整个宇宙无虚空的力量啊，
就能够加持在他，让他产接受到这个力量，然后能够利益他的利益这个念的众生，不管你是消业障，或者是或者是改善他的身心状况啊，或者加持他，让他产生智慧啊，福报产生种种的啊，这个咒语的来源是这样的啊，他是诸佛菩萨啊，哇，佛菩萨要成就佛啊，要进入到成佛的这一段时间，他发的愿力啊，所以其实这些佛到后来都这些菩萨都成佛了，所以他发愿的这个咒文，他有力量。啊，因为他的力量啊，大家知道吗？成佛的时候啊，没有空间性，没有时间性，啊，就是说你只要念他这个佛号，不管什么时间来念，他都有效力，啊，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空间的限制，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念，他都有力量。我们佛教的咒语就是这样，因为它是这样，它是菩萨变成佛的时候所发出的愿力。当他成佛了以后，成佛没有空间性啊，他说永远是佛啊，啊，不管经过多久还是佛啊，啊，佛力遍满的宇宙虚空，因为佛有法性身啊，遍满的整个虚空，所以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念咒语，他都有力量啊。就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的咒语啊，其实念咒语咒的这个咒本身其实从中国来的了，哦，换人不叫咒嘛，换人叫 Vidya Dharani 嘛，啊，我们把它中文把它换成咒啊，啊，咒也是因为它类似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写的咒语啊，这个咒了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也就把它翻译成咒语哈。那问题是说哈，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这个咒语，啊，佛教的咒语跟中国道教的咒语，啊，其实是在性质上并不是很相同的哈，啊。我们只是因为啊，它有一点雷同，啊，我们所以就把这个达拉尼换成咒语，啊，但是其实它的性质并不是很一样的啊。不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差很多了。要说真的讲了啊，比如说我们佛教的咒语啊，分为五等嘛，佛的咒语、菩萨的咒语啊、金刚神的咒语啊、毗沙门天王这个咒语、宝部的咒语，还有鬼神的咒语啊，他们分了这种等级的啊。啊，但是道教的咒语呢，他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他是以前跟你们讲过，他是假借太上老君跟玉皇大帝的名义，哦，用这个玉皇大帝跟太上老君的名义来命令地面上这些鬼神听他们的这个写的那个符咒来办事情，就是说用这个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名义写这个符咒，然后命令地上的鬼神做事情，这个是中国道教的咒语啊。啊，佛教的咒语不是这个意思的啊。刚刚讲的佛教的咒语分为五部嘛，如来部、莲花部、就是、菩萨部、金刚部、金刚神的咒语、宝部、毗沙门天王、四大天王的咒语，那揭摩部就是鬼神下面。其实揭摩的意思哈，揭摩的意思其实叫做梵文，真的叫做柔柔啦，呼喊的啊，哦。你看那个士兵一大堆哈，哦，然后会呼喊或者怎样，嘎鲁贾揭摩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就是什么哦，鬼神部的意思的啊。那鬼神部的咒语当然来自于这些鬼神王啊，或者这个那个什么，像那个乌楚冥王，就是啊，他们都有自己的部下，他们念的咒语都有部下来奉持这样啊。
啊，那个时候也鬼神部的哈，啊，保护你们的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他本身啊四大天王之一，他本身也是也有他自己本身花园的座椅啊，然后他本身又是财神啊，毗沙门天王是财神啊，所以他的座椅大部分啊就是是以这一部分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毗沙门天王其实他是菩萨，他是大菩萨的啊，他是菩萨，然后愿力化愿去做明王的啊。我们楞严经你要是读过都知道哈、啊，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啊天王啊，就是或者地势啊天王啊，其实都是菩萨担任的啊，甚至包括了啊大小地狱的那些鬼王也是菩萨啊化愿的去当的，他们都是菩萨以上等级的啊，所以他们本来啊修到这样就有本身有相当的力量啊，还有他们也都有法现身的力量啊，所以佛教的座椅啊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些成就者的法现身的力量，直接能够啊只要你念他的名号啊，跟他化愿的座椅啊能够跟他本身当时讲的相应，然后力量就直接就会传送到你的身上，由你自己身上里面产生的力量出来啊、哦、当然了，我讲的法性是法性是遍满虚空嘛啊，所以在你这虚空中无论哪个地方你就要练它的咒语，它的力量就由你身上直接产生出来，不是别的地方产生的。为什么？因为你身上的空间还是在十方宇宙的空间里面嘛啊、哦、那活菩萨他的法性身就是一切的十方虚空，就是活菩萨的法性身啊，所以力量是这样产生的啊，跟道家的力量实质上是相差很多了。我刚刚讲过了哈，道家的符咒是怎么来的啊？就是玉皇大帝跟太上老君呢，他们命令那个道家那叫什么？那个筛光叫什么？太不是什么？啊，对，天师啊，啊，对，天师，哦，天师就是因为是太上老君跟那个天地士的哈，啊、哦，他们就是说觉得说世间鬼神很多。而在中国哈大陆鬼神很多，一再在危害人间嘛，啊，他们两个就合起来商量，然后说找一个在地面上修道的人，然后授予啊他的那个宝剑，授予宝印，然后让他能够啊命令地面上的鬼神听他的话，啊，去帮去听他的话，去消除地面上这些危害人间的这些妖怪的鬼神这样。啊，然后才有张天师出来的，所以张天师他的是符咒，符咒是什么事的？就是刚刚讲的，利用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名义，然后啊写个符咒，然后任命地面上的鬼神去听他的话，去处理这些、消除这些不好的这些啊精怪的啊坏的鬼神呢。所以咒语的性质，中国的咒语的性质跟。佛教陀罗尼的作为的性质其实不大一样啊，差很多嘛啊，差很多啊。但是我们唐朝的法师在翻译这个陀罗尼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们道教的作为很雷同啊，符咒很雷同，就用作为的名字啊来使用啊。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这其实性质差很多，性质差很多哈，啊，我刚刚讲的佛教的座椅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尤其是高级的哈佛菩萨这种层级的，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你只要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想念啊，不论在哪个地方你要念的，只要最主要就是音要准确啦，它就产生咒力的啊，它不会。其实很多哈，在早期佛学的时候，啊，就是说，
在早期差不多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个佛教刚刚在台湾要兴盛起来的时候，啊，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居士在推广佛学，啊，也有一些出家人在推广佛学。那时候对咒语其实不甚了解的，啊，像他们在那早期的那个资料里面或者文章里面，他们在描述楞严咒的时候，哦，就说楞严咒是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咒语，那你平常不能念，啊，哦，平常不能念是因为平常有人上厕所啊，还有早杂，不对楞严咒不尊敬，所以一般念楞严咒，他就讲说要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啊，哦。啊，在五点以前早上来练这样，啊，那时候的啊，这有这样的思想了。那其实这个都是人想出来的啊，就是说，学佛的人、法师或者是出家人，他自己用心里去想出来的，他自己认为说这样对这个作为才会很尊敬，才会怎样。这个怎么讲？其实这个讲他这样做对吗？其实不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这样讲也是一种出自于对这个作为佛菩萨作为的一种尊敬的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就讲楞严咒好了哈。楞严咒它是一种啊降伏的作为，是对治鬼神障的作为啊。所以它本身是一种什么救命的作为嘛，对不对？啊，那要是有人到外面去，到森林、到野外去，然后碰到鬼神了，啊，救命啊！你要等到晚上再练吗？啊，所以你想一想哈，哦，所以这样那样的讲法，绝对不是很正确的啊！啊，这个楞严咒那么伟大哈，那么神圣，一定是早晨，就是三点到五点啊。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哈，哦，还没有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以前，啊，要可以练这个咒语，啊，表示对他很尊敬这样。但是问题不是在这个地方哈，哦，问题是什么？佛陀叫你练这个咒语，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救你的命呢，啊？哦，譬如说你一个修行人，啊，在野外啊，那深更半夜的时候，啊，那个鬼道魔鬼正猖狂，啊，在世间活动的时候，那你碰到了，你当然就马上拿出来咒语来练了，啊，你总不能说我等到哪个时间才练，啊，这个就不合乎逻辑思维了，对不对？所以佛教的咒语它本身是其实就是这样，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啊。你只要觉得我现在很难受，有鬼神障，再练就马上练，就对了哈。所以我才告诉你说，这个咒语本身的性质是道教的跟佛教的不同，还有这个咒语啊，在早期这些学佛者啊，因为对佛教很尊敬，所以他讲了一大堆的那个条件限制出来，其实就是。不是很正确的多余的啦，啊，哦，要告诉你这样哈，哦，佛教的咒语就是救你的命呢，啊。你什么时候碰到鬼神障，碰到啊，哦，危险啊，哦，灾难，你就马上练嘛，马上救你的命嘛，啊，哦，绝对不是说我已经等到什么时间，等了半天以后再来练，半天以后命都没有了。再过来，我们看到。看到导师第二行这个座椅哈，啊，礼敬诸方啊，灯明王如来啊，这个其实在五千五百佛名里面哈，啊，很多用到这个普拉迪帕，啊，普拉皮的灯明了哈，啊，灯明王啊，其实这个灯明呢，啊，在佛教里面它描述的是佛教的这个。传承这个光芒，这个佛教的伟大的传承啊，哦，这用这个灯明就是代表说这个如来他示现世间，让世间有了光明啊，
大家都变成这样，没有苦痛，变成光明啊，能够快乐啊，然后有智慧，是这个灯明意思是这样啊，不是我们一般的点灯的意思啊。是火的传人也是一灯传一灯，这样佛教常常讲的啊。其实，在古代这个灯明用在火号上是很常用的啊。而且它这个下面的座椅哈，普拉蒂佩、普拉蒂吉那那、普拉蒂佩啊，这种形式的座椅，在这个5500佛明经里面很多，几乎很常常用到这种方式的座椅的啊。普拉蒂佩、普拉蒂吉那那、普拉蒂佩说啊，就是这样，这种啊，这样的座椅很多了啊，所以这个给你做参考啊。但是在我们在这个座椅里面，其实是普拉蒂佩在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因马的意思啊。因为佛教会产生作用啊，它不是就是讲一些文字，然后它就起作用，不是。它普拉蒂佩普拉蒂就是密码的意思啊。有时候常常会用到没有意思的字啊，它也是一种座椅的密码，是一种结构上的密码的意思啊，它你念这个就是跟它的密码相符了，然后它产生作力在你身上啊。这个佛教的座椅常常是这样用的哈。翻过来哈，这四页哈，噶楞达德伽哈，慈悲的威德伽是威力、微光啊，力量、微光就是用德伽在梵文的意思哈，就是。慈悲的光明，慈悲的威力啊，这样的如来用这个做佛如来的名号。然后你看他的这个座椅是啊，第一节第一节今天呢第一节啊，啊这个座椅的形式刚刚讲了，这个在这个这一本的座椅常常用到的啊，第一节第一节今天呢第一节啊，他是用第一节第一节来做啊因马啊，然后。产生的什么？产生智慧的威力、智慧的微光出来。刚刚讲了，就是说，很多过去如来他自己发愿的这个愿力誓言，就是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座椅的结构上来讲哈，第一节、第一节、今天那第一节，它这个结构刚刚讲，它常常这种模式，但是后面这个模式也是很常用的哈。布达德杰、达德玛德杰、三达德杰，啊，佛法身，他们都加一个德杰，当然变成他的一个座椅的这个主结构的模式，这也是很常用的啊。看到最下面一行啊，那摩克伽玛、普拉那、普拉蒂佩亚、普拉蒂帕亚，达他噶的，普拉蒂帕才是他原来的字。灯光灯明 ，pradipa， 我们念成 pradipa， 那是他把最后的一个音改成一的音，那干嘛？就是押韵好听，然后它变成他的密码的念法比较好念。因为什么？我们念一般来讲，我们念 pradipa， 它是短音的哈，就是说 pradipa 就是它的原来的音 pradipa 是短音的。但是变成普拉蒂佩的时候，你要普拉蒂佩要练长音啊，所以在练的时候有一点点有一种压音，而且压音的尾音还练长音啊，真正练起来会很好听的，就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四季诗一样，有压音，然后尾巴还要练长一点啊，练起来就变成练唱诗一样，很好听啊。其实任何的座椅来讲，很多都是可以唱诵得很好听，啊，只是有些人哈，怎么讲，他长短音分不清楚啊，而且练的时候都没有押韵的，把押韵跟那个长音练出来，啊，所以你觉得他练起来并不怎么好听。但是当你真正会练的时候，其实座椅可以练得很好听，啊。你们或许将来可以好好的去练看看啊。那看到这个第15页最上一行哈，
Kina Kina 啊，它没有意思，它就是语音密码，就是咒语的语音密码，让你启动这个力量活力的音符啊。你要知道，这像很多咒语就是这样，前面几个字重复，它没有意思，你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它就是语音密码，让你启动这个后面这个咒语的力量啊，是这样意思啊。而且后面你看哈，像他布达、萨达亚、达鲁玛、萨达亚、三格、萨达亚，跟刚刚讲的这种结构的模式，他这里又显现出来活化身啊。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过去如来化验的这种模式，它有一个很固定的模式啊，就是这样的模式会常常被采用了哈。再过来哈，第三行哈。这个达鲁玛、普拉纳、普拉巴、法圆满光的如来哈，这个要怎么讲哈？就是说，很多如来的名字，很多佛的名字，啊，他成就的时候，他会取得像这一种的啊，有一种代表性的，或者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一种光明的佛号来当作名字啊。当然，作为也是很好的哈。那真的了，普拉巴、苏利亚、普拉巴。日光、夜光啊，啊，坚持实力啊，晓得啥事了啊？日月百千啊，百千日月光的啊，这种光，然后什么妙境智慧，让你产生怎样？很妙是殊胜的啊，很清净的殊胜的智慧眼，就说你念这个咒语会得到怎样？就是你的眼睛会类似天眼一样啊，这个眼睛变得能够看得很清净啊，很殊胜的啊，而且是有智慧的眼睛。一般来讲，它不只是天眼，而是它里面能够把这些色色形形相上看得很清楚，看到里面很清楚的啊，这些内容这样啊。这个智慧眼啊，这个座椅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座椅，非常好的座椅啊。来，我们再看来这第十五页导师第二啊，不行，先休息十分钟啊，一直讲过去了，先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看第十五页导师第二行，第十五页导师第二行。你们先念一遍哈，南无，南无，毗沙拉达，毗沙拉达，毗卢哈亚，毗卢哈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达迪亚塔，那个塔上面给它啊画个长音 ，T H A 的 A 的上面画一横长音，达鲁玛，达鲁玛，毗卢黑，毗卢黑，那嘎那。米乌克，耍哈，吉尼亚纳，米乌克，耍哈，这个座椅，这个后面的座椅都很短，都是类似这样的啊。其实算是比较好的，意思也是很短的啊。翻过来啊，十六页第二行，那摩，那摩。香达，香达，普拉巴，普拉巴，拉贾亚，拉贾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达迪亚塔，达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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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尼亚纳，吉尼亚纳，帕里修达尼，帕里修达尼，吉尼亚纳，吉尼亚纳，帕里普拉尼，帕里普拉尼，达达塔，达达塔，阿巴，阿巴，普达尼。西格兰，耍哈，他哒哒哒哒是作音哈、哦，智慧片清净，吉娜娜帕利修达尼，做力，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修达啊，修达修达尼清净，但后面加个帕利，强调他的语气了哈，帕利变清净啊，吉娜娜帕利普拉尼变圆满，普拉尼圆满。帕里就是字头语加进去的啊，
这个意思哈，达达塔阿巴布达内西格兰，西格兰迅速觉悟了，觉悟。所以这个咒语是怎样？是强盗智慧的啊！念这个咒语让你怎样？智慧能够清净，智慧能够圆满，然后智能够迅速觉悟，这个好咒语啊！在下面呢，南无比普拉巴夫亚夏亚，亚夏是称呼的，又广用多的名称称呼的，南无比普拉巴夫亚夏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比普拉古加尼。Gujari, Gagana, Gujari, Praya, Praya, Sarve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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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 Sarv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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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istite, Adistite, Buddha, Buddha, Adistite, Adistite, Sarva, Sarva, Bodhisattva.Bodhisattva Adistite Adistite Swaha Swaha 那个 Bodhisattva 的吧哈，它阿上面画长音，其实这个阿画长音是代表说它下面那个字的字头把它省略掉，附载在这个前面这个字的字尾上面啊，所以它本来应该是 Bodhisattva 吧，没有长音，然后下面是 Adistite所以你念的时候应该念 Bodhisattva Adistite 啊，记住哈 ，Adistite 前面要多念一个阿阿，这个阿是从前面那个字移过来的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西坦古代的西坦换字哈，它是用刀子刻在贝叶经上的。贝叶是什么？贝叶就是拿那个。椰子树啊，哈、哦，把它压平，把它晒干压平，哈、哦，然后裁成这个一块一块四方形的，哦，然后古代印度的时候，哦，在阿育王时代，没有毛笔啊，哈、哦，没有毛笔，没有钢笔哈、哦，他们就用刀子哈、哦，尖锐的刀子，然后去在火上烤到它发热发红的时候，就把它刻在那个，把字刻在。刚刚讲的那个椰子皮压平的椰子皮上面，哦，这样写字，用这样来写字，那个叫做贝叶经，啊，所以古代在印度的时候，写一个字，都要会很多的功夫啊，所以他们就想了很多方法，来怎么来节省，少刻一些字，就刚刚讲的怎么少刻一些，啊，就是前面的字的字尾是阿的话，跟下面的字头是阿的话，他就把下面的字头的阿省略掉。在前面那个字画一个长音，啊，就是把它念长，那就代表这样哈、啊。这是一种字，或者是说前面是啊，后面的字头是乌的话，它干脆啊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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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的就是哦的长音，就变成把它变成哦的前面的字的字尾变成哦音，啊后面那个字前面的字乌的就省略掉，啊，这个都是换种的文法了。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少刻一些字啊，就这样。简单跟你讲就是这样哈，来，我们再来看到十七页第一行哈，南无，南无，达鲁玛，达鲁玛，萨格拉，萨格拉，达朗嘎，达朗嘎，悉利，悉利，拉贾亚，拉贾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啊，这个就是华海波涛功德王如来啊，南无，南无，达鲁玛。萨嘎拉，达朗嘎，悉利，拉贾亚，达塔嘎达亚，那个悉利哈，在梵文里面有时候也可以翻成吉祥，悉利，吉祥天女悉利，啊，或者功德天女，也有人翻译啊，所以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功德，有时候翻译成吉祥啊，尤其是。我们在佛经里面那个光明经里面它有一个功德天女功德天女哈，就是这个悉利都一样的哈，达迪亚塔
别起义，达鲁玛，萨摩达拉，别起义，嘎嘎那，萨摩达拉，别起义，布达，萨摩达拉，别起义，波提萨达巴，达鲁玛，萨摩达拉，别起义，帕拉米达。Vekhi, Vekhi, Sarvasya, Paripuruna, Vekhi, Buddha, Adistide, Swaha. 这个咒语的又是一种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它一个片语前面都加一个 Ve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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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个。这样的模式也有在其他寺也有读过的但是他就是这个字没有意思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了因为换了字典查不到了但是反正他就是都是加在字的字头上面来换到第十五页换回来第十五页在这里边南无毗沙拉达毗卢哈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达鲁玛毗卢哈嘎嘎那毗卢哈苏阿哈尼尼亚那毗卢哈苏阿哈南无善达普拉巴拉迦亚达塔嘎达亚其实我们念这个佛名的时候最好是连起来念的应该就是说南无善达普拉巴拉迦亚善达普拉巴拉迦亚达塔嘎达亚应该这样念才对对这个佛还是有尊敬本来分开来念其实是比较不好南无善达普拉巴拉迦亚善达普拉巴拉迦亚达塔嘎达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达迪亚塔达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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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尼亚那吉尼亚那帕里修达尼帕里修达尼吉尼亚那吉尼亚那帕里普拉尼帕里普拉尼达达塔达达塔阿巴阿巴胡达尼胡达尼西格兰苏阿哈南无比普拉巴夫亚夏亚达塔嘎达亚达迪亚塔比普拉古加里嘎嘎那古加里普拉亚萨拉巴夏阿迪斯蒂德布达Buddha, Adistide, Sarva, Bodhisattva, Adistide, Swaha, Namo, Dharma, Sagara, Taranga, Shri Rajaya, Tathagataya, Tathiyata, Rekhi, Dharma, Samodara,Vekhi, Gagana, Samodara, Vekhi, Buddha, Samodara, Vekhi, Bodhisattva, Dharma, Samodara, Vekhi, Paramita, Vekhi, Sarvasya, Paripurana, Vekhi,Buddha, Adistide, Swaha, Swaha. 所以这个咒语也是它的结构也是有一点比较奇怪的前面加一个 Vekhi, 后面加一个 Dharma, 后面又加一个 Samodara, Vekhi, Samodara, 中间变换一些字就是说华、虚空、佛、菩萨、菩萨华能够到彼岸，然后仅一切变圆满，再过来说佛力加持成就，
其实他的意思很明了了啊，到最后就是这个就是法菩萨佛啊，能够让我们达到彼岸，然后这样一切圆满啊。但是后面才是主要还是讲他考佛活力加持的啊，这种内容的座椅，其实算起来很容易了解，也很有意思。但是他就是前面加个没 key， 没 key 这种不知道啊，他可能就是属于咒音呢、就这样。我们看到下面的说明啊，处诸佛等往昔行菩萨行时，作如是愿：我等正菩提已，若有众生闻我名等，受此尽信，彼等皆得住不退转，超越过于八不贤处。诸佛菩萨皆悉护念住此，往生清净佛刹，彼舍命矣，一切诸天皆当所护，过之不畏。若复有人此如数等诸佛名字及陀罗尼寄送章记，意念不忘，彼若遇见弥勒菩萨，彼人应诵此陀罗尼100,000遍，随力供养。若遇见普贤菩萨，彼人应诵20,000遍，随力供养。若复遇见毗卢遮那如来，彼人念30,000遍，随力供养。得尽心礼，发慈悯心，所诸偶慢、嗔恚、嫉妒、怨恨诸患等。这是讲说上面这个佛啦，一样的，在菩萨修行菩萨行的时候就发愿，发愿说等我证到菩提，就是等我成佛的时候，那这个愿力是说等我的时候，成佛的时候，若有众生听到我的名字，然后受持这个尽信受持，尽信受就尽信他发的这个陀罗尼啊愿力，都能够的住于不退转啊，住在这个不退转的普世转，是一个修正的位阶的啊，像这个啊菩萨行流啊，实质实性实啊，这种位阶的哈，40个位阶哈，超越过于八不贤处啊。诸佛菩萨悉智护念处，就是说你只要哈啊闻到这个火的名字，然后受持这个陀罗尼，而且尽信就是没有怀疑的，没有一点疑虑，完全相信的哈，这个就是尽信的哈。然后你一直持诵，然后能够修到不退转的境地啊。然后因为你在持诵这个座椅哈啊，能够尽信受持持诵这个座椅的话啊，那活菩萨就会讲。给你护念，给你支持啊，然后你死的时候都能够往生到佛清净的佛的菩萨的净的地地啊，清净佛刹，这些佛都有他自己的清净佛刹啊，你随意你可以往生到他们的佛土里面去哈、这里还讲说哈，彼舍命，你就是说认这个座椅的人啊，他在临终舍了生命以后啊，这一些诸天啊，一切诸天皆当来守护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啊，当我们人啊，这个灵体了啊，不是生命体败亡毁坏的死亡了，那个灵体要出来的这一段时间啊，他自己讲的这个啊，这什么？在这一生比较衰、比较脆弱的时候，啊，比较朦胧迷糊的时候，啊，因为你修的这个座椅，这个天界的神会来守护你，要来守护你啊，要一切诸天皆当守护啊，这个讲的这个意思了啊，这是因为你在世的时候很诚心、很尽心的承诵这些诸佛的座椅啊，所以当你在临终的时候啊。要在临终的时候，这些天人要来
应该来守护你、保护你啊，因为这时候啊有很多恐怖的事啊，就是这样，所以天人要来守护你啊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后面你又讲说哈，就是说你要是常常念诵这个啊，这个火的名字跟这个陀罗尼哈，这总共有13个佛名号而已的。要是你想见弥勒菩萨，诵10000遍啊，随力供养，就是说你就啊花了供养啊，水的供养了，水果供养，书的供养都可以，随力供养就是随便你了哈，你要诚心供养就好哈。要是想要看到普贤菩萨，要诵20000遍啊；要想要看到毗卢遮那如来，要诵30000遍啊。随力供养都是一样哈，得尽心以发慈悯心啊，就说你念这个咒语，这样在修法啊，修到一个程度，应该心都会清净下来了啊。同时还要发慈悲心、慈悯心哈。把你过去所有的傲慢、嗔贵、嫉妒的心，通通舍弃掉，啊，是这样的哈，这样的意思呢。这些座椅啊，其实上是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很深的道理的啊，就是这样嘛，座椅嘛，啊，你就念他的佛名，念他化愿的化愿文，啊，他的誓愿文。当然就得到他的加持，然后改善你自己的，增加你的智慧，啊，改善你的，把你的生命啊往上提高啊，然后到火的境界里面去，啊，这个座椅一般是好的座椅的啊，他这里讲啊，它可以消业障，可以灭罪哈，啊。来，我们先念回向偈，大家合掌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